线的话，它是做这种就是雕花蕾丝，然后是做肩带宽的，所以说如果你们想要修饰手臂的部分，这一件一定 OK， 因为它这边有做一个有点像宫廷风，对，宫廷风，然后有突出去一点点，所以视觉效果会修饰你手臂这边肉，因为它是做一个微三百的这种，没错，微三百，它就是帮你把这块肉完全修饰掉，然后再来它的弹性也非常好，我觉得它这件的话穿到 M 号，对，我可以穿到M 号，而且胸围这件可以穿蛮大的，对对，这件小安还有空间哦，但是还是要看一下就是你的身材，我觉得这个紫色啊、是比较多人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它的紫比较深一点点，粉嫩色，这是一个有点珊瑚橘的颜色，然后它这个颜色我觉得反而比刚刚的颜色更衬肤色，对你整个人都提亮，如果你们想要就是你的皮肤看起来比较好一点啊，然后气色看起来好一点，就是一定要买这个色，因为灰色有时候像有些人就唇妆如果没有重一点的话，对，看起来会没血色。对对对对，然后这件的话就不会，它就是完全就是比较颜色稍微比较饱和一点，就是有那种自带气色感。那这个的话就可以稍微就是让我那个甜美感就是中和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平常啊就是想要多元化穿一点，你可以买这种，然后再用配件去带出你今天想要穿的感觉。